我们先抽这一位好不好？如果我们这位顺利，再开放报名好吗？因为如果我今天开放报名了，但我光这一位就落塞，那我就不想接第二位了，好吧？这样你们就白报名了。来啦 ，Go Go！ 好啦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大家上回了，上回了，上回了。风之谷交易群，风界平台等你加入，赶紧点击影片下方的资讯链接来加入哦。还好没有买100颗，不然回收98颗。对啊，我就跟你们讲，这个悬赏的话呢是会回收的，虽然说回收的价格我会压比较低一点，但是呢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蛮欧洲的人啊，就是我的运气其实是有目共睹的哦。那如果我今天一次买太多颗，那老板回收他就会回收到吐血。不要瞎掰好吗？已经有人出过一个了，会连出是不是？我也这么相信。来，我们走起。20颗呢一定带走，老板先开好这边，好吧？这一个准备了，永久双链，游戏又结束了。这个好没有难度啊，但是我根本就是永动机，你知道吗？还工作干嘛？我打电话跟我老板说一下我离职。好啦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老板说什么？五颗帮我抽完，好，没有问题，那我就帮你抽掉了。二、三、四，这老板的，这老板的，再帮老板抽一颗凝聚界。好啦，值得啦，值得啦，二十颗两个熔炼，已经跟鬼一样啦。老板说什么？靠我了，是不是？我努力啊，来喽。看，一个就出广播，然后还给我出橘子的心脏，再来。抽到凝聚是我的，永久最是燃位加一。今天没有一个老板会买到第二次，会进第二次商城，好吧？我先说了，今天不会有任何一位老板要进第二次商城，要进第二次商城。趁胜追击。这不是我们要的，我们要的是永坠，好不好？再来，吓死我！我玩这游戏唯一的动力已经没有了，游戏结束了。哎，但是我刚刚是不是说了，艾莉西亚真的是一个最好的伺服器？艾莉西亚我真的说不准啊，我真的对艾莉西亚有噩梦，你知道吗 ？OK， 那就走起了，大家进来帮我按赞，非常感谢你们。这么好看的台，不按赞说真的过意不去了，好不好？我要扩充券，但是我要永久双链扩充券，好不好？永久最是蓝位，永久最是蓝位。或是凝聚戒指也可以。我先跟你们说，我今天呢没有一个老板会进第二次商城。结束。我是那种这么不争气的人吗？我说句实话。两组中跟四组中是一样意思啊，但是好，来我们继续，不要让我失望啊！不是左下角这么多人在抽，然后没有人中吗？欸，有人中了，完了！永久最是蓝位。下去吧！被狠狠的踩了一颗凝聚戒指，但凝聚戒指不是我们的目标啊，我们的目标还是放在永坠啊。难道今天要到此为止了吗？队长，我是真顶不住了，得要靠你了。来，直接来，速抽是不是？没有问题。
你抽了，要一百啦！怎么可能有我解决不了的人？结束。三、二、一，结束。今天就没有我解决不了的账号，游戏还是结束了。原创凝聚了，手脚慢了一步，没关系，我们抽永醉，好吧？我不要凝聚，我永醉就好。结束，不行，不行了，好像是不行了。欸，前面那个二十颗一定解决的气势呢？永醉啊，老哥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怎么办呢？是，还是我们见好就收？第一个就出挂，好的开始。凝聚戒指，永久醉士狼位。操！来，再来！不要让我中，工程师！不要让我中，拜托！不要让我看到永久醉士狼位。数据到来自，直接关视讯。有种就不要给我，什么都不要给我，给我空气就好。三。二一，结束。好像是不太对了，不太对了。Oh my god！ 什么都没有哎、欸。好了，刚好在老板小屋抽了，好不好？来吧，一个人怎么可能一直这么倒霉？如果你把 ID 遮住啊，我会以为我是开到自己账号，你知道吗？来吧，不啰嗦，直接按，好不好？不想犹豫了，三二一，要死就死，干脆。感谢老板，感谢老板，感谢老板，老板谢谢你，老板谢谢，老板谢谢。我觉得没有双链就算了，我们是连凝聚戒指什么都没有，好吧？我先说一下，准备抽到了。真的很奇怪，真的很奇怪，怎么突然变得好难抽哦？我再试一试看看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么邪门才对。
有啦，我就想说怎么可能都没有，怎么可能，怎么可能，又不是我的账号，如果你说是我的，我就不会觉得奇怪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基本上应该是最后一位，好不好？也会是最欧洲的一位。圣光啊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看到了我多想要一个永醉的心情了吗？我不看，你们跟我讲，我看聊天室，好不好？三二一，七四一四啊。抽了三位观众，每一位头都破开，这个接一次头破一次，老板，我再尝试最后四组，没有我就放弃了，好不好？